Đây là bờ đập hồ anh nhái này.为了十月六号那一天，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，只为了寻找一份礼物，你喜欢的生日礼物。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，你说不必了，不是说好了已分手了吗？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，只为了寻找一份礼物，你喜欢的生日礼物。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，你说不必了，不是说好了已分手了吗？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，只为了寻找一份礼物，你喜欢的生日礼物。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，你说不必了，不是说好了已分手了吗？我走。